下一则，我先吐一句。不用啊，孔邦哇。日文不好，他说是口尼吉娃。来，好，再一首哦 ，Nico， 朋友朋友。这怎么念 ？Fantasy。
歌曲呢比较缓和一点，因为刚刚真的累，然后想要抽看一下歌词。哎，不是这首啊，不是吧？是吗？不是啊，是吗？不是，你知道尤露西卡的歌都很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闭嘴，闭嘴。哦，你要凶嘛，不要这样。就有些歌我永远记不起来它的是哪一首。好啦，这首歌应该有一些人有做过，它是一首蛮轻快的歌曲，但它其实是讲述一个好友过世的故事，那就大概就是，假设你身边也有就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离开的话，这首歌就是送给你们，但它不是一个悲伤的歌，它其实是告诉你说你还要继续好好振作起来，然后把。
亲友过世的这件事情接受，那就带来这一首《一代说吧》。真实的名字吗？真的吗？
你就写他国吗？最讨厌这种。上音乐季不给真实名字，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 K-On 的一首很知名的歌。耶，希望在座各位跟我一起花花 time。好，那就再来一首花花 time。我现在就是把一个本名叫出来，来叫，Taco老师。
看一下下一首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希望的解锁，我们在耗时间。哦，我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了。我们接下来歌呢，也是比较黑暗一点，但是也是蛮怀旧的一首歌，这是 Nico 初期的歌曲。对，好，真的很热，看一下。跟大家说，好像是没有这首歌，那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。有点没有吗？因为你没有这个。有没有想要就是对我们的评价来一点什么爱的动作？到底谁讲的？是阿毛说的哦。我们好像是，但是这个可以收录到毛语录里面。跟那个时候你是我的满月一样，然后旁边看着评价很干。说其他的，超好笑。好啦，然后下一首歌曲是164P， 是164对吧？164P 所作的《阿玛诺加格天之路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介绍一半而已，你们不在乎他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昨天有来我房间的，我知道你们不在乎他。啊？怎么尖叫？他没有睡觉，他应该在。你在干嘛？打手枪。然后在旁边拉不拉？你是不能修的。调好了吗？哎，为什么你有饮料？哎，那个昨天不是有人说要拿酒上来？好啊，好啊，就这样啊，说说嘴嘴啊，我们友情就这样而已啊，好啊。那个是什么？真的是青草茶吗？就是多加。那可以点火看看吗？这一台角度不好，剪掉那十秒就好，另外一台加进去。没有啦，就凉凉。那个拿回去。拍坏掉就是拍坏掉了，没叫救。好，下一首歌曲呢，是我们为这次活动带来的新歌曲。这样有人偷喝是不是？这首歌应该比前面几首出现过的歌更难，所以如果我又忘词，就大家尽管笑吧。这首歌呢，这附近是不是有学校？好，不管了，不重要。反正 coser 很多都是学生，但这首是专门写给学生的歌曲。如果你们有最近只考完、大考完，或者是正在补习的学生呢，送你们这首歌曲。这首歌叫做《Los Dos No Coco》，谢谢。时间。
力冲撞应援。果然就只有你们听得出来了。他说苏品加东方厨。耶、yeah, ！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了，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们没有安可曲，不会带来安可曲，除非哪天压轴，也不会带来安可曲。我们的乐手似乎在讨论东西，给他们一点时间。还好，没有。哎，有啊，我有。没有啊，我没有看。真的吗？是热档吗？节拍器来了！来节拍器，节拍器。节拍器。我稍微调整一下下。你要当你是绝世鼓手啦，用看的。前世绝世啊啊啊啊啊！可是我们没有会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没有会闪的节拍器。是刚刚在晒太阳吗？然后我们的 iPad 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，然后它这样。哇，你们好聪明哦！林基啊，对了，你们去台下弹，你们去台，那我可以去台下唱吗？来过来，先嗨嗨嗨！这样会很不行，不行，不行啊，这样太智障了。不要，因为我们时间还有剩，就这样子在台上混。那你知道在台下弹哦？好啦，给你弹。啊，我们等一下那个这两首歌会有前奏、间奏跟尾奏，那我们都请把目光投向台下。嗯？对啊。可以吗？几块钱可以吗？好。但是等一下，我还没有见到团员。我们这个最后再介绍好了，先从我的左手边开始介绍起，就是我们贝斯手 QQ。你都在台下学习，下一位是哪位？蓝牙不够远吧，笑你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假手鲶鱼，是这一位。歌单没有他可以修的地方，但没有就是修一波，你啦，装死。好，那个很忙的是我们的吉他手品佳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北南到我不知道怎么回。好，那个我是主唱米巴。那再来这位就是我们最近人生很顺利的鼓手建宇。可以吗？好啊，废话不多说，带来我们最后一首歌曲《Canos》，谢谢。
粉专赞的、啊，就是请上 FB 搜寻西猫热烈说，然后帮我们按一下赞，你可以连打。也可以一直按着，可以连打，但是记得要送回那个赞赞有变亮为止。什么两次？可以啊，可以，但是记得要按回那个赞赞有变亮哦，好吗？尾号。好，那我们表演就做到这边，后面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黑胶唱片，谢谢。我要拔掉喽。